把 T1 给叫来，疯狂 IG 速通 BLG 燃爆全场，乐野整顿 LPL 把勋打昏头，各解说激动不已，这才叫比赛， T1 看了都要害怕。感觉最近两个赛季的 IG 都很难让人不喜欢，打得很有观赏性，对，而且有怪东西，都没有别的队这么死气沉沉，别的队感觉在摆烂咸鱼炸锅，感觉 IG 是想赢的，在求变的，对，都市传说真的成为笑话了。我操 ！IG 这三个英雄摁冲，就是 IG 全是开团 ，IG 怎么开团就跟你摁开。上把输了，这把反而一匹卡尔玛，这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啊？生气了，玩一把版本强势吗？哎 ，IG 拿老黑吗？哦、拿老黑，冰糕自信啊！冰糕给你上强度了呀？怎么说冰来把电击不惯着了？怎么说冰真别玩乌迪尔了？上路这把只能玩肉啊，队友全是辅助英雄啊，上路这把真得来个肉啊。那兵这边就建魔了呀。千珏三插住 了，那千珏的话就无敌了。对，这 BLG 千珏不是无敌吗？这为什么千珏能放呢？IG，你强开遇到千珏，怎么说兵真别玩无敌了，还是要建魔，还是建魔。杨氏爸爸也猜到了，怎么像？我就说他不会玩肉。你感觉这，哎，我感觉是个年后回来，怎么大家都不用乌迪尔了呀？就觉得这英雄拉低，上限太低了，纯被六。今天乐言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打野也是要 counter 位的。他打野选傻子，哇扎！乐宝的王，哇扎！枪！哇靠！玩到后面，玩不了爷，爷回来了，梦龙过，爷真回来了，梦龙过江，我也太冲了，这个打千珏追的。好，乐言掏出了自己的成名英雄刘备，刘备打千珏绝对优势啊，这也是单方面为了针对千珏选的英雄啊。男枪不是被千珏counter的吗？但是确实也能互打，这个东西是也可以互打的。千珏打不过男枪的，发毛了，这个对决够吗？几年没见过了。他感觉这个真的可为重，勋都无语了，我操！你跟我玩 rank， 我操！不是小乐言，他只玩 rank 厉害的，他不管比赛的，他只玩 rank 厉害的英雄。勋是小乐言替补哎，以前是啊，就吃剩饭的呀。说小乐言回来镇压勋的呀，立马拿把 MVP 傻掉了，给把勋打懵逼了。要被霸凌！我操！听说你现在 POD 打野了，兄弟，那我乐言来了。乐爷的男枪有东西的，可以一枪秒大龙。你也看过那个视频啊？开东西了，我也看过。乐言一上来就直 C 吗？这一枪做掉大龙，法外狂徒。哦，老子想起来了，乐言不当时秒大龙吗？啊，还是这个 AHN 跟我举报的卡 bug。当时这个 AHN 在哪个队的二队，然后哥把打排位排到这个人了。你举报的人现在是你队友。大陆对线这边机会被躲太多了，来了，这么快吗？有眼睛，温 K， 不追着打，不敢还手，昏迷了，压血了呀，千珏一句反野了，千珏，这把就是要下路给上强度，下路给上强度了，这是我们主队的经典下路强度套路。他一级也能来吗？哎，我先过来弄你，不要了，下路。哇塞，哇操，乐言发话了，刚守住蓝 buff， 等着，绝对核心，乐言看到没有？绝对的绝对核心。IG 下路线都不吃，好，两个人下路浪费兵线，硬过来帮乐言守一波野区，但是没用，人家还是可以来。来了个和民族，不，哎，我操！乐言直接一枪秒掉了蓝 buff。 这蓝 buff 乐言吃到了，起飞，起飞，飞，很进去。20刀打4刀，起飞！哇，终极打工人哦，勋爆了，爆了，爆昏了！这样的话，对，勋的成绩爆炸，爆炸！勋打了一分钟没打掉，勋哥，柴文浪费了2分钟时间打这个蓝，结果被乐言一根米给秒了，柴文闷惨了，浪费了好多时间，这好难受啊！主要是下路本来是优势的，你这样把下路的优势搞没了，因为知道男人在下，所以说下路不敢轻举妄动。中路在推波线吗？起飞，这太爽了呀！这男枪把 F6 打了，再把石头人一刷，5级回家。哎，乐爷的野区规划，我觉得真的顶级，他这个叫市民加强版，乐爷是。啊，勋有点懵，现在有点懵了，有点懵了，没节奏了。勋弟儿，听说你现在是第一大爷，勋弟儿。哎，反手一捆交闪躲剑，哦呦，两边还在操作，都想操作，都想操作，两边都好闪啊，最后差一点点，
这才是比赛。是安徽牛稍微公司了一点点，我跟你说，孙哥，他一定要射三下才那个，你知道吧？才偷一根剑，其实他 A 一下射一根剑就死了。他有点公司了。讲句实话，上一波那个来，那个谁来真杀了？那个谁来肯定不是他了。不是他不 A， 他不 A 的，他直接 RQ， RQ 直接杀了，打火龙。怎么感觉 BOG 想跟你接了？两边现在 AD 都没闪，偷你一波，再洗你一波，40/2/36/8，一勾勾到，勾到能怎样？但是 Wink 没六啊，这一勾真敢勾吗？但是 Alex 没进化 ，Alex 没进化，明珠没到六，好，这样闪现过来 EQ， 漂亮，超人大招开的很及时，反应注意力非常激动，但是 Alex 还是要死啊 ，Alex 就 S 死，有蓝枪拿下了第一滴血，左手这里闪现过墙，想亲嘴吗？左手。完了，爆炸了！乐言很能打，乐言要三杀了，乐言，乐言一丝血按给了自己，哦哟，差一杀不掉了，杀不掉了，快，好果断呀！一击，这都能直接干了，他们是两个人面对三个人啊，直接上的。乐言战斗力太猛了呀！对，就 BLG 完全没想到 IG 这么果断，交这么多技能，这波 艾尔克有点骚，直接被治了，对，没进化，他没进化，没六，没六，没大招，完全不能死的哟，真是。前期零杆机杆机千珏等级点了，菠萝哥真有点冒汗了吧？等一下，这零杆机的千珏碰到二杆机的蓝枪打不了，要叫爹，要爆，要叫爹，我干！那蓝枪有点肥了，蓝枪的有点肥了，幽梦了，小老爷幽梦再挂个兵上，爆杀蓝枪，有点痛了。哎，等会儿有没有可能把蓄意枪你们秒了呀？划你喽，划我，划谁呢？定子定住，感觉艾勒克有危险，艾勒克差一枪。好，欧文死了，完了。嘎啦是永不滑脸，艾尔克是没打过，打不过也要滑脸。行，怒又死了，我去，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啊！第二个下路打不过埃及下路，说了就是不该选这个组合呀，垃圾。开始就说了，对线都打不过，没双攻双，真的太慢了。时代变了，他稳不住啊。嘎啦洗白，教练的问题，选这个都送。连最强下路 BLG 都打不过，左手怎么死的？哦，这里是奈特走路没看路，直接被坐了。我的左手悄悄咪咪被逮到了。下路打架就喜欢过去，完了2-0，那我这样。IG 怎么能这么猛啊？春季赛冠军吗？这倒是。啊？是春季赛冠军要换人了。对。要换队了，哥们儿。哎，把2018年的 IG 本事找回来！我太夸张了，不是第一次看到 BLG 在冒汗。哎，人传人集合了，2018年的回来了，鬼鬼乐言回来 ，IG 质变，最后一块拼图。小乐言前期他打得很屌，也不说过呀，这个人，他是后面容易送。哎，前十五分钟，小乐言是挺猛的，他之前一直有个问题，后面十五分钟。会迷路，但是一直以来他的问题了，这个是。我感觉去了 IG 就还好。乐言之前迷路都是自己去，相当于是自己去送，没队友。对，告诉他你要干嘛。来 IG 之后是大家一起陪他送，然后就不叫送了，就大家一起陪他去打了。周锤，对，就性质变了。还在反野乐言，都已经领先两级了。这就乐言玩着玩着跟妈掏别人老二去了，偷你东西去了。之前 RA 的乐言早跟妈被逮了。不是呀，这男枪在干嘛呀？这男枪，哎呦，推起来了自己。我操，兄弟，打野吃单吃一塔，编成刘备，刘备单带起来了呀。他这个太逼急了，他把对面野区刷了一圈，又把对面下塔用砸了，刀一打一把，一直接续被压。被军被压快3000，太逼急了呀！这个乐言，好兄弟啊，有味道的，有味道的。乐言的男枪是有味道呀！你看嘛，这是任何一个人玩男枪都看不到的画面，比赛里面。这个风暴野区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了，是啊，看他的本刀，10级打10级，兄弟，领先2000，160刀。勋难受，你看勋的表情，勋的表情，勋的表情。对面有勋，这赛季第一次是这样子的。我下半部没看过那个 F6。太肥了，又买了个腰。竞技时机男枪，幽梦加竞技时机。他这要秒人，真的是，他真的要秒大龙兄弟。第二季的小表情不太对，小表情真不太对。12级打10级，叉 UN 有如此难受过吗？乐言回归，居然把叉 UN 汗打出来了。
现在已经不是很流不流汗了，感觉已经被打出鼻血来了。蔡文，赖特一流玩他妈卡尔玛，领先了勋两级，给他们刷爆了给勋。勋就没这么难受过，勋170刀，三个头，一血塔，我日！开始嘟嘟嘟打小安，哦哟，嘟了半条，我操，蓝枪想干嘛？哇塞，还这么玩吗？看到也是威慑力，哎呦，直接一个喷子警告，我的天！你拿枪袭老子队友，老子也轰你。虽然没中，但是有气势。你别管，先打一波再说。他要让卢锡安知道，你看到老子要绕道走。准哥，他那个陈述像冥王，他一沉，他一沉，我看到了，他就一沉，前面。这勋根本没地方吃钱呀、勋的野怪不仅要被乐野反，还要被刺激队友反，兵线也吃不到，乐野又在反野又在吃兵，还在吃自家野区，河蟹也全吃，乐野快14了，再上来把你的野区禁了，我见面就开炮。哎呦，擦油温，这辈子没被这么轰过，再被逞14级打11级，男枪打千绝，哎呦，乐言还在滑。这边奈特，奈特怪死高位弹下来都没秒了，奈特在干什么？这阿兵进场了，阿兵，阿兵能拯救世界吗？阿兵两刀，但是有千玉打他，看哪了？阿兵够了，三刀，阿兵够了，吸了一波奈特，阿兵怎么说？千绝偷一下，下去缺。也顶不住了，又阿兵了，一个勾勾到阿兵了，换亚速了，这个勾关键了，关键又开始输出，又开始输出，又开始输出，但是太弱了，老黑。喂，两边还在操作，都在秀，整装 BDG 还要操作 ，BDG 是绝对会操作的，他残血不会走的，但是 IG 也不会走，点两枪没死，蓝枪还在打，他一下边没视野，哎呀。好激情，好激情啊！哇，都在操作，都在操作，打了全都在操作，一分钟的团战吧。叽里呱，呱啦叽，这个牛背！中拳击赛冠军在此刻诞生。春季赛决赛就是这两支队。对，这波左手巨大失误，走过去送。这波左手单反反应快一点，闪掉一个技能，这波要灭的。你看左手在干鸡棍，这波被小唐子走过来，然后过来吃个钩子。然后直接被秒，直接死。这波要赢啊！小安他把千珏害了，其实还把千珏害了，千珏大刀浪费了。杨氏把兵带到人群里面，已经砸了个 Q 三，人麻了。啊，兵这个，这个 Q 三、这个闪现，阿兵这刀劈了4个，不是阿兵这刀根本赢不了。这波兵已经把伤害打满了，如果不是兵打了那么多伤害，这把应该是溃败。然后 UK 疯狂投出输了 UK 伤害太低了，没有血明，这躺的厉害。现在卢锡安确实伤害太低了，挂沙的一点，没有血明啊，急了，感觉没有血明，卢锡安就得出海妖呀，春哥，要15级了吗？大约要差4级了。对，他的等级，他的全场第一的，全场第一的等级，全场第一的经济，对，这是个男枪，上单现在这就是男枪。是乐言能这么猛啊？把他哥巴人皮面具一掀，里面是谁？感觉我看脸还是他，只有他能这么玩。OK， 是有多少年没被这么受过这种气了？有几年？至少2-3年没受过这种气。哎呦，两枪在一个洞，歪了，这个啊很丑，还想拔枪？哎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发狂了，发狂了，发狂了，也不，你看是 RA 这波就送的，是 RA 就卖了呀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没事。他又在干嘛？啊，昏头了呀，神志不清了呀。兄弟真昏呐、啊，也不大哥吃果子。哎，干嘛？去干嘛？谁你在干嘛？谁点的果子了？谁点的果子？啊，果子哥不在对面吗？谁点的果子？啊，果子哥刚来上路，果子哥对我一定不负责任哦。阿尤恩昏了个大的了，已经。对，阿尤恩是被打晕了呀？怎么有人能把我鼻血打出来啊？自己也没反应过来，被他们同门师兄弟打出鼻血了，压力太大了 ，BDG 被暴打。我申请阿盖基换走瑞斯，兄弟们，瑞斯是 IG 对哥啊。嗯，没有对吧？瑞斯肯定是 IG 的呀，就继承了前辈们的风格呀 ，IG， 对吧？继承前辈们的风格就干。阿比回去打个电话，没我不行吧？给你们个机会，提加50%，我回来。还要过来操作吗 ？BDG， 真的吗？哎哟，一直穿明剑。哎呦，还要这样吗？乐爷两枪，又做
掉了。要没得时候刘备在亲嘴巴了，闷了 ，Elk 两枪就没了，这没办法呀，他双持小手枪，对面拿一个和平使者打个鸡毛啊，上来两喷没了啊，蹦九九啊，蹦死了、哦！本赛季最爆的一场，最爆的一场 BO3， 这应该已经不是和平了，这应该是空投獒犬，我讲了一下，一枪两百的那个，你知道不？不是这个 IG 要第一了呀，兄弟好像。IG 好像第一了 ，IG 啊，对，前面我专门今天上了眼，我专门去看那个天真比赛，他确实人怂了，天真，就把干掉了，他跟不上，他跟不上节奏，把干掉了。是别人一看还以为看错了 ，IG 把 BDG 二比零了，还是暴虐了？对，这两把简直是屠杀呀 ，BDG 被屠杀了，完了，勋怎么被连爆两把呀？我操，勋要给他前辈的妈俩两把 MVP 啊，这么孝敬啊，两把被对位、嗯、这把两枪他确实两把被打爆了，这把也给 BOG 拉响一下警钟好吧，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哦，不是说支持 IG 或不喜欢 BOG， 而是只有一家独大，比赛一定不好看，主要是这个比赛打得精彩呀、啊、好久没看这么爽的比赛了，勋被刺了呀，快27分钟了，勋只有一层印记啊，27分钟了，满装备的刘备打一个只有一个海妖的天爵，这13000的经济了吗？要我乐爷不送啊！我到过完年回来第一周就这么好看吗？谁说今年101不好看的？高潮我直接看到，哇！从这一把开始之后的比赛绝对精彩。对，别勾巴天天什么大树竹妹了，搞这种野合搞起来就猛锤两边。哎 ，Wink。开始表演了，怎么说？好，超一万直接开大 pass 完之后，这边出在原地，李哥过来打了三个，完了那个这边秒，超一万一秒，感觉是要集体爆炸了。竞技赛冠军，哇！袁成伟抢三个头干嘛？不知道给我乐爷、啊、大锤子啊，两把人机啊！哎，去这里全员开心 ，Crying 最后也帅了一波，哎，直接速通 BLG 啊！对，这样斩呀，两把50分钟，这么夸张啊？两把加起来就51分钟，对，好夸张，两把加起来你其他被打一把，两把50分钟速通 BLG 都来了，这就是 IG 的速攻吗？30分钟结束了 ，IG 达成了扫荡 BDG 的成就，从未有过如此夸张的队伍，他们把 BLG 给扫荡了，对，就是不想加班，他们晚上定了位置。好猛的乐爷，我日天哪，今天的主题真得叫过来，成都见，我操，T1看来也害怕的，T1看来这支IG的害怕的，痛苦回忆要来了，把T1叫来刷新记录，5连续轮回啊，这到底把人穿了呀，像了，有点像了，但是可惜是吹地台，这个有点可惜。